第六个，来手指啊，直板的手指，在引趴的时候，大拇指压住这个底板，它是这样顶上去的，一个是拍肩的位置，一个是胶皮的拍肩，它顶死之后发力向上转，然后后三指基本上你就不能完全蜷起了，对吧，勇哥？他的无名指啊，我看王浩就是顶死的。无名指跟中指它是发力共同方向，它得有个回勾，它得有一个勾出去的力量，对不对？所以小伙伴千万不能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拉它是推，它没办法做到内收外展，正手是外展内收，所以你看你是不是得先收回来啊？很多学友一拉的时候在这儿，它收不回来，收回来我才能给它展出去啊。来横板，我为什么能拉得好呢？就是一个是大拇指，我这个基本上压胶皮的感觉是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这样压的，对，压住这个我们的拍面，发力向前上方顶，同时中指顶拍肩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顶拍肩，哎，这个位置顶拍肩，对，总体结构就是这样的，大拇指。中指，来，我拉一个，大家看啊，看我的手指，我就不发力，大家看一下，看，看，是不是这球很强烈的下一步我就能挂起来，我都不用身体动作，那我用我身体动作，我发力是为了我让这个球质量往更高一点，但实际上就这一下，看，看我大拇指、中指顶，顶，把它顶起来，啊。还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？直板的握拍一定要去学会回勾，就勾住它，你勾不住了，你是这个拍面你就拉不成了。横板的握拍是有偏向的，横板这虎口，对不对？这是正手正掐虎口，反手微调中指，就稍微往前窜一点，对，你是对的，这不是中指拍肩吗？大家看一下啊，我怕大家看不着，这是正手拍型，对不对？正手角度，当我拉反手的时候稍微往前窜一点，它偏反手握，等我到正手的时候我又过渡到中间去了，还是没看懂是吧？没事啊，这是拍子，我正常掐这儿的，对不对？大家看到没，这不是握拍吗？我是不是掐这儿的中间的这个中指的第二关节的骨头，当我要拉反手的时候我稍微往前窜一点，对啊，很紧很紧，那你松的话力量不就散了，对不对？那他是要帮助啊，得握住啊。我看很多人打反手这样打，是不是？拍肩他需要改变一下，稍微往前窜一点。这个是正手，这个是反手，这又是正手，这又是反手。因为什么呢？我给大家拉一下，大家看看啊，来稍微往后一点。对对对对，稍微往后一点。如果我是正掐，我给大家看看我拉的效果。他这个手非常沉重，你看，我必须得稍微勾一点，我才能怎么样？想甩哪甩哪。你看，尤其弹击更明显。你看，他得发力，但是我们如果这样握的话，正握的话，他这个力量它会散掉，它会导致拍到甩，角度不对，发力点不对。如果你的包括直板为什么就相对直板好拉不好拉，就是因为它回勾的这个度不够，所以直板一定要回勾住。啊，我你说，他得慢慢练，对，他得是瞬间的动作，对，你得灵活一点，以前你不动，所以不习惯。第七个是发力方向，大家看，重心是不是下来了？它走出来的弧线是起起起起到我胸前的位置停止。大家看啊，你要不发力，停止了，不要，啊，不要从这儿到这儿，要从这儿到这儿，啊，从球台下等着，起来到胸前高度差不多，超过脖子的位置，我把它停止住。那，啊，你不停，你这样的话，球没有质量。它是力，我为什么大家觉得我的力量大，是因为这一下我晃得特别好，我蓄力做得好。但我们往往是这样的，你看在这个环节里，或者是在这儿，
对吧？对，普遍咱都这两个问题，所以一定是引下来这个蓄力，蓄完之后顶着摩擦，就是我第一点说的顶着摩擦。来，有个发一个，你看，顶着它摩擦，迎着它摩擦，迎着它把动作做完。看，我家的身体它就特别暴躁，看，哎，不要打回来了，看，顶着摩擦，千万别躲着摩擦，好不好？大家还有了。